来，报上您的姓名来。你已经忘记了？我姓吴，口天吴。是是是，我叫吴彦峰。是是，对，长个像。哎，好。那您刚开始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光？这样？刚开始看到，的时候是就还一开始是完全看不到东西。是是是。然后就是一直到那个就是师傅在旁边，就是稍微讲一下的时候，就稍微继续念的时候，然后就开始看到，就是一开始先看到有一点点，就是那种像那种早晨清晨刚亮的时候那种微微很淡的蓝，是蓝光，蓝光，对。然后它有点偏那种偏淡蓝色那种朦胧的那种光，可是后来就是一直我就是听到那个画面就没有办法再进去。会有像那种就是火车过山洞那种怎么讲出山洞的那种强烈的光，没有那么强烈的，我没有没有哈。对，我就是一直就是只有那个光就是出现，然后而且有时有时无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了解到更里面去。好，谢谢谢谢。